而喺赛车场里面，未开始试车之前，大批嘅传媒同工作人员已经到场准备，亦都有观众到场感受气氛。黄彩晶报道。练习赛未开始之前，车手同工作人员为赛事作最后安排。各地传媒在传媒中心准备，有市民和游客到场感受气氛。每年大赛车都会有人买档卖纪念品，今年亦都不例外。小型赛车会不会是旅客的必买品呢？夜凌晨，大赛车的工作人员开始封闭跑道。大批警员到场为跑道作安全巡查。